书好大压力嘅，咁但系我都喺度讲少少说话啦。第一件事，分数唔系代表一切嘅。第二件事，唔好比较。第三件事，唔好钻牛角尖。OK， 有乜嘢就拎出嚟同啲朋友讲，同先生讲，屋企倾下偈。如果唔想讲嘅话咧，咁就打俾你啦。你讲系咪？揾你，揾师兄系嘛？就揾。揾我哋啦！訓導處係最中意捉女仔嘅群過失噶啦，咁所以為咗嗰一兩同學就走，要睇下就要著白色長褲啊！第二咧，拍拖咧，其實咧，就算唔簽回條咧，都會照拍噶啦，咁所以咧。都是冇關係的，冇實際影響的，即係每日咧食晏晝嘅時候咧，食飽咧可以落去食小賣部嘅雞髀。演藝人協會咁齊人，而你哋嘅師兄亦都嚟咗我哋現場。睇下你哋聽過呢首歌未啊？我未啦。大家都識唱，我哋全部識唱㗎已經。一唱。为着不去